件的话呢，有一圈蕾丝或者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网纱，就是勒在咱们的一个腹部这个位置、肚脐这个位置或腰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就是一个吊带。咱们家的吊带呢，是所有的吊带款呢都是吊带和丝袜是一体的啊，吊带和丝袜是一体的，不用说自己去这样去怎么扣起来或者自己去怎么搭配，不需要，咱们是吊带和丝袜是一体的。嗯，谢谢大家点赞。然后咱们一号链接素系列呢就是这个样子啊，然后新品二号链接梨系列，给大家说一下梨系列，然后我去找一双梨系列的丝袜。